你在干嘛呢？小倩呢？去厕所了。你还真勤奋，小心别出内伤。我只是没法子把这里放回架子上。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在健身房里锻炼了？要是让姑娘们看见我满头臭汗、狼狈不堪的样子，任何美好的幻想都会消失。说风凉话，等我腾出手，一定掐死你！信不信？我动动嘴就能帮你把杠铃抬起来。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哟，那不是曾小贤吗？曾小贤，诺兰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里健身啊？两千呀，我做到了。我经常在这里热身，你怎么一个人？我也经常在这里健身，怎么从没见过你啊？哟，小宝贝儿自己站起来了，看来你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差。再接再厉，下一组20个。下一组？你刚才已经说了是最后一组了。他已经做了2000个了，从躺上去到现在，他倒是叫了2000次救命啊！你哪位？他监护人。诺兰，就我，这个女的她变态的，她让我做20个，然后又20个，然后又20个，永远号称是最后一座，没完没了。她在玩弄我。为什么？可能她觉得虐待我有快感。她简直就是一个穿着阿迪达斯的恶魔。搞定了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赵氏说，告诉他你不喜欢他，他的陪练方式简直就是草菅人命，但是敬业精神呢，可圈可点，回头还会给他好评，就让他提前下班了。太好了，哇，累死了。其实我告诉他，曾小贤有传染病，汗液和唾液都是传播介质，建议碰过他的人赶紧用消毒液去洗澡。放心了。你是不是肌肉拉伤了？我怎么可能？没事的。我帮你看看。啊！像我们这种职业运动员，身上总归会有一些老伤的。没事，放心，我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现在不能马上躺下，否则明天会爬不起来的。那我们换个项目。我比较喜欢球。嗯，好啊，你会打网球吗？啊，我来教你打网球，很简单的，发球机把球打出来，你看准时机把球打回界内，像这样。哇，我试试。啊，主要这样我拍，注意脚下。难道真是杠铃举出内伤了？要像这样。好，我来。这我既然照你说的做了。看着前面球来的方向，再来一次。好了。不这样。再试一次。看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集中注意力，小心。你没事吧？哟。这么巧啊，一飞，我
刚好路过。啊，那个诺兰正在教我打网球。一菲一起来玩吧，小贤的进步挺大的。不用了，跟他打又不计分，没意思。那我们可以来一盘啊。哎，嘘，他是个计分怪，别了吧。我还有事儿。没关系啊，友谊赛嘛，刚巧我想找个对手。对手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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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比赛看了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老远闻到一股火药味了，过来看看需不需要消防队。加油加油 ，Happy Happy！ 哎，好了，一飞算两个男人，你在性别和人数上都不占优势。我可以试试看啊，我高中可是校网球队的。网球？你知道谢娜是我谁吗？谢娜 ？Sorry 啊，李娜。他是你亲戚？他是我偶像。这个场面我等了很久了。会不会打球啊？打得跟娘们似的。靠！够了，你这个野蛮人！你说什么打？你打死他！你别这样！哲宇，你掉头吧！松手！先生，我不松！你先生，我不松！不松！不松！先生，哎呀！呵呵，我最喜欢看两个女人打架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哇，他们两个人怎么没进国家队啊？要爆米花吗？40块一包。你坑妹啊？几比几了？一局打了58个回合，现在0-0。几比几了？第三局打了96个回合，现在1-1。几比几了？管他呢，反正是平局。我先睡一会儿，到了赛点再叫我。嗯。他们打起来没有？抢七。哎，一飞领先，赛点了。快点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除非他们打起来，否则别叫醒我。果然不是省油的灯，能跟我打这么久。这个女人有毛病吗？打牌友谊赛弄得这么疯吗？别跟我玩球，除非你想玩命。诺兰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你教完了，来，我扶你回去。不用了。少废话，我背你来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比赛结束了。拜托，都结束一个小时了，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只是很奇怪，我明明赢了，却没有赢的感觉。
你的脚没事吧？有没有搞错？崴脚的那个是诺兰，怎么可能是我？哎，奇怪了，怎么和我记得不一样？难道是我在做梦？你才知道你在做梦，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你崴了脚，曾老师很紧张，诺兰就吃醋了，然后你们俩就打起来了，那一场面。别提有多劲爆，所以我才不舍得醒。你满脑子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龌龊剧情？我的梦一向都是最有逻辑的。你想，曾老师暗恋你很久了，诺兰又喜欢曾老师，你刚巧给了曾老师怜香惜玉的机会，诺兰赢了比赛，输了人，恼羞成怒，然后就……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梦都是相反的，你赢了，皆大欢喜，不是吗？悲剧没有发生。什么悲剧？我只是做了个梦罢了，你不用消灭了我吧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什么都没记住啊？赵贤，诺兰的伤没事了吧？医生说是永久性肌肉拉伤引发的踝关节错位，外加三级病理性跟腱撕裂。听上去也不是很严重嘛。你太没同理心了吧？人家是女孩子。谁不是？你是赢家，受伤的又不是你。你去哪儿？诺兰没人照顾，在他康复之前我搬过去陪他几天。是他自己崴了脚，又不是你干的。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刚才他对我说他喜欢我。很好啊，那你呢？我喜欢被动人。随你便。在这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啊，你敢问我就敢答。我想问，你会祝福我们的，对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太用力了？不，你很专业。终于有人承认我是专业的。哎，怎么会是在按摩里呢？小心，谢谢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有责任的。你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怕痒，从来都没有人碰过我的脚。你是第一个。啊，是吗？怎么了？有点冷。哦。等一下，一分钟。螃蟹、香蕉、马铃薯、蓝刺猬、奥特曼、牛仔裤、关云长、司马光、冬天的太阳、秋裤走了、王小明、听说波澜、奶酷、马拉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、异形大战、铁血战士。啊，好了，对不起，没事了。我去买瓶红花油。早点回来。哎，好。
对不起。喂，曾老师，红花油在厕所左手第二个抽屉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要红花油？一飞打电话来说他脚扭伤了，问我们要红花油。一飞，他怎么扭伤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反正不是我干的。一飞现在就在房间躺着，今晚的机会只有一次，别再错过了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什么都没记住。可是诺兰他还在。喂，喂。当面对两个选择时，抛硬币总能凑效，并不是因为它总能给出对的答案，而是在你把它抛在空中的那一秒里，你突然就知道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了。心在离别前荡起秋千，身后说抱歉，初见走到了再见，回到原点，曙光重现，爱凝结了时间。红花剧情上演，有牵挂就